蛋怎么讲鸡蛋？巴龙。巴龙。你们有养那个很可爱的狗，狗怎么讲？后颈。干嘛？母的跟公的怎么讲？snow。snow。snow holding， 龟 holding。那那个今天有下雨哦，下雨怎么讲？很木有。很木有。雨很大怎么讲？巴罗高有。巴罗高有。那个阴天怎么讲？我心情不好了。没有太阳。没有太阳。没有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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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的炮友怎么翻？乌拉拉木恩。那如果你可以讲乌巴布登古大虾，你那个你要堵住他小便出来的地方啊。哦。我是太巴郎的土生土长的金虫。哦。云子好了啦。云怎么讲云？漏龙。漏龙。那个打雷呢 ？blow 啊。blow 啊。闪电怎么讲？什么闪电？就是没有，只有看到那个光，没有那个声音，就闪电一直亮，一直亮。一直亮，一直亮。就天上会有那个闪电，就是一直有那个电光。慢后。慢的电光要闪。啊散漫，漫散漫。好，妹妹，等一下，那地震，地震。散漫。Luno。Luno。那个土石流怎么讲 ？Msuno。Msuno。嗯。大哥，那个德鲁古话、泰鲁格族话哈，电影里面那个 Banga 有一句，叫干尼干尼鸟，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 ？Tam hi bu bu su。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德马希布布苏，德马希布布苏。哎，好，蛮快速巴来，谢谢啊。台风呢 ？Begihor。Begihor。Begihor。好了。哎呦。好了。哎，名字名字，德鲁古名字啊。西格。西格伊玛。西格拉汉。西格拉汉，国语名字帮我介绍一下。平凤妹。那个平常的平啊，平安的平，凤凰的凤，凤梨凤，我们家里凤梨的凤，哦，妹妹的妹，哦，平凤妹大姐哈，那欢迎说哈，那你的凤才会吃啊，先生要拍照吗？不要摄影可以吗？我们有权利，不可以摄影，我们有权利，妈来你快吃啊妈。大哥，那我问一下哈，德鲁古话、泰鲁格族话，那个台语。超级白怎么翻？大家跟诺比比索。那你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大家跟诺比比索。大家跟诺比比索。对。好，门口是巴来，谢谢哈。教员呢？关节降一点点。干嘛帮他？你们点呢？阿妈摸你的人就不行了。好吗？这本身走啊！不要走，拿我鸡毛来！不要走。
师比比。哦，对对，好听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吴大师比比，他姓吴叫大师啊，他妈妈叫啊不，他的老婆叫比比哎。哦。他姓吴叫大师。啊，吴大师。太太叫比比哎，吴大师比比。夫妻，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，就叫做吴大师比比。哎，那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。真的吗？对。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？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。大哥，坏，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呢？对，海绵体的。啊 ，B B 是洞口。对，桃山村的，不好意思，扯远了。喂，你有点。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？就桃山隧道的意思。桃山隧道的意思。我是不是要胡椒的？胡椒先。胡椒包宽肉。月亮的。要吧。那很干净。跟女朋友看一下哦，你是没有被我的懒觉打过吗？怎么讲？我这个我不太干净，你是为什么？美沙苏乌达斯姆，这样吗？美沙苏，不是，你看，我先问一下，美沙苏什么宝乌达斯姆这样啊？神秘宝，对，打一个字，美沙苏。神秘巴，神秘巴乌达斯姆，这样才可以。美沙苏，神秘巴乌达斯姆，你是欠我的懒觉打。对。哦。不要喝的哈，不用喝的啊，不用。德鲁古话那个很香，怎么讲？很香，马鲁草菜。草菜。
其中一个单位是一中国中，另外一个单位是护理国中，恭喜这两个单位在我们这一期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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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